Hello， 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。然后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你们猜是什么日子？然后呢，在这一天，我想跟我最喜欢的人一起度过。然后咱们现在开始出发。对不对？你要管？吃饭没有？是。姑婆，今天是我的生，我来看你，给你带了点蛋糕。你的生？啊，我们那个生日蛋糕，我们两个一起在吃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买个蛋糕来给你一起吃。啊，我点火了。你给倒些光，来，我们两个点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些，爷爷奶奶们身体健康，然后在他们的晚年都能开心幸福一点。然后我们开始吹蜡烛吧，吹，我们该吹起来了。一、二、三，大哥，吹蜡烛，我们两个吹的。啊，我好蛋糕给你吃，干。来，姑婆，你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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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先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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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喝。别好吃。OK。我才没吃。不不这个是我们家自己养的鸡蛋，我给你拿了几十个过来，你拿来炒了吃啊，煮了吃那些，正宗土鸡蛋是不是？啊，给你拿了三十个过来，三十个，给你吃。我给你拿了只鸡蛋，祝他身体。哦，你好，你土鸡蛋啊。